年小杨哥徒弟四月份业绩排名，第一名简直是断层碾压，让人望尘莫及。第六名陈义礼，月销售额3800万。虽然小杨哥未曾亲自官宣，但平时仍是师徒相称，并且小杨哥在直播间也曾亲口承认。第五名乔妹，月销售额4000万，拥有着单亲妈妈的特殊身份，为让孩子过上优质的生活，努力从以前的娱乐主播转型为带货主播。虽然一路艰辛坎坷，但如今也在三只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第四名卓士林，月销售额4800万，曾因一字马爆火网络，后手握千万粉丝加入三只羊，虽然是所有人中最后一位拜师小杨哥的，但也算是后来居上。第三名七老板，月销售额1亿+，不顾家人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加入三只羊，凭借近10年的美妆经验，短短半个月就荣获抖音美奢生活达人称号，更是在上个月卖出1亿的惊人成绩。七老板今天卖了1亿，比我卖都好，我还卖个屁吗？我卖，就连一线明星都被种草。小明哥说，我认识你之后，我买了一堆的护肤品，你们自己看。以高端的品质，平价的销售，带领一众粉丝开启精简护肤的浪潮，更是连小杨哥的一口大黄牙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跟牙那么白，你带我试一下呗？你们俩牙那么白，我给他赚了。听到此话的小杨哥立马来了兴趣，直接让齐老板拿出他的秘密武器。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试用下，效果直接惊呆众人。我跟大家说，其实我俩都丑，都长得不漂亮，他比我美一点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唇红齿白，是不是就显得这个女孩挺干净？所以你们相信我，就是白牙给你带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男生现在也有社交需求，你也不能一口大黄牙呀。所以你们相信我，不管男生女生，你一定要去拍这支牙膏，这个牙膏很绝很绝。我今天用我的人格给你保证这个产品。我如果不能把你从这样变成这样，你直接把七老板三娘拉黑。如果你是嚼槟榔、喝红酒、喝茶叶、喝咖啡，吃一些有色的东西导致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好使。它的膏体是紫色的，它是有一个光学的这个校色作用。你牙齿是黄的，它又是紫色的，所以你刚刷完，你即时性一看到它会有一个校色的效果。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木瓜蛋白酶，木瓜蛋白酶这个成分把表面上囤积的后天然的色素给你去掉，然后再通过小分子的水合硅石去给你打磨和抛光，刷完你会感觉很白。然后它额外添加益生元，去均衡你口腔内的环境，把口气这一块也给你解决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牙膏没有第二选。正常它有两个方法，第一当急救，后涂2到3分钟出门；第二就是早晨晚上各去刷牙。如果你想白上加白，你刷完牙你能再敷一下，再呲着牙看一会儿电视，等一下就更明显。有些人说我不小心吞咽了怎么办？再给大家看一份数据报告，它的抑菌率是1%的，白底黑字红章，我要负法律责任的，兄弟们，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的危害，具有除渍增白的效果。白底黑字红章，把心放到肚子里面。就这个黑 smile 这一支是200多块钱，卢博士就牛了，兄弟们，59.9块一个，推荐你直接拍2支，因为99块钱2支。你刷完牙看到你的牙齿之后，你一定会坚持。99块钱在美白的牙膏里面，它的价格到地板了，但是它的效果到天花板了。